较低的位置，哦，被陈永基给拦到了，抛给补位的投手。哇，这可是老将的搏命演出啊，精彩！这沿着边线，眼看就要穿了，陈永基硬是把他给伸手，跟他当时手游击是完全是没什么两样的。接下去之后还顺便一个滑侧滑，然后有距离哦，让他赶快抛哎。其实当时庸基在美国是被看好比陈俊宏还早上大联盟的。这一棒，哦哟，又是陈庸基，直接边线接球啊，手套就碰触垒包啊，这两个出局数都是轰炸机来搞定啊。